那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呢，叫做电春鱼。电春鱼这个地方呢，它的得名是来源于当时原主变植的一个芍药花。就电春嘛，那我们这个地方呢，在1979年的时候就被复制，它的展品现在还存在纽约大都会的一个博物馆中，所以是相当有名的。那它也是网师园的园中园。这边将要上演的是另外一出昆剧，叫做是《牡丹亭》的一折，叫做《游园》。那讲述的是南安县令的女儿杜丽娘和她的丫鬟叫春香，那是游览园林被那个春色所触动，表达了她的自由的一个向往。下面请大家欣赏。